这样的圈，嗯，有没有？你看，所以这边有一个三角形。你看，嗯，我现在两边动，有没有？拉出来，我是用你看腰伸展，拉进来，有没有？这样子，我的活动都在那边嘛，你看，有没有？很明显。有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嗯，这样子。所以手臂的活动是从那个地方来的。你看，红在那边，捋腰一沉，捋沉挤，所以你的力矩很长嘛，你的手臂的力矩一直到腰，一直到腰去。两指是指这个地方吗？这个地方。有没有看到凹？有一个凹陷嘛？有没有？这边嘛。很抱歉，我的肉比较多。对。应该。哎，对，那边，对。啊，有没有？嗯，我在这样子没有嘛，是不是？我把它放到这里，沉，沉，啊，有没有？这样有没有看？然后所以做主宰于腰，就是主宰在那里，对，那个点，这两个地方，对。哎，所以你今天教甩手要甩，是从这里开始转吗？甩是整个腰肌。这个地方你看哈，当你这样一沉的时候，当我要动手的时候，胯一动，你看，实际上在动是这边嘛，有没有？你看，实际上在动是那边。胯推到那里，胯推到那边，所以从它下来接这边，接胯，接腿，所以你的力量从胯一上来到腰，腰上来到肩胛骨，肩胛骨上来到手臂，所以是这一条线。所以你看我的手在动的时候，当我在动的时候，捋是这样子的，是不是？起来，都是在那边。老师注意，他说的主宰鱼腰就是在这里，是不是？对，好像原来老师表面这一层啊，从这里到这里有一条肉。那如果那个摆起来的是那条就会鼓起来。刚刚我知道你做那条肌肉，老师这边有个筋，好像有去拉到。还有一条筋斜斜的。你刚刚做那个动作。到这里。对，这边。当你动的话，那个就拉起来。当你的腰在走，我的腰在走，我的手臂，你看。就这根。就到这里。就从这里到这里，里面有一条筋。啊，有没有？这样子，手臂在走，弓，你看，在这里。是不是？弓，这是收，按一层腰，按，这是弓，一层腰，从腰出去，拉回来。手臂的活动都在那边，不是在这里，不是在这里这么短，这边不是断掉了，在这边。所以你要这样一层，活动都在那边，看，怎么样？这个。腰沉下去，看，在那里，所以不是这个，看，它，按，一收，出，一收，我这个走，手会琵琶，跟半步嘛，是不是？跟半步，腰是在这里，手会琵琶了，这个你看腰往这边一顶，力量拉回来，变成一个这个圆嘛，变成一个这个圆，有没有？变成一个这个圆起来，啪，再沉，啊，所以你的手臂要先到腰去，啊，手臂先到腰去，先到不能到腰，先到肩胛骨，先到这边，你的肩胛骨动。肩胛骨来操控手，用肩胛骨操控手臂，肩就松了，用肩胛骨，你看肩胛骨收放，肩胛骨起，肩胛骨落，肩胛骨画圆，肩胛骨来操，肩胛骨操控手臂，肩胛骨会了，腰松掉，到腰，再用腰来做。这样子。